俄罗斯国防部周三表示，英国驱逐舰保卫者号闯入俄国黑海水域内3公里，俄罗斯向其开火示警。一架俄国轰炸机也在该驱逐舰航行路线上投掷炸弹警告。不过，英国否认了俄罗斯对该事件的描述，认为任何枪击都是俄罗斯预先宣布的射击演习，并表示没有投掷炸弹。英方证实，保卫者号驱逐舰周一访问了乌克兰港口奥德赛。乌克兰和英国特种作战部队的联合海军演习在军舰上举行。俄罗斯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地区，英国及其他盟国不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领土。